各位耶稣的门徒，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啊，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很欢喜的祝贺当中的母亲们啊，母亲节快乐！父亲节是下个月，所以爸爸们不要怕啊，也有你们的时候。不过我不知道你承认不承认，父亲节跟母亲节比起来，好像还是母亲节比较热闹一点，是不是啊？哎。 这个这是没办法的啊，这是没办法的，因为母亲比较伟大嘛，是吧？啊，呃，我们在今天早上要一起来啊思考的经文的大纲呢，就在那个夹页的里边，所以你们可以一边看夹页，那么就跟着那个讲稿一起来。我就没有做 PowerPoint 啊，大家跟着在里边。今天所读的经文谈到萨穆尔的母亲哈娜。 我想，你看他的生命的历程，也就像我们多数的妈妈们差不多一样。首先，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谈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她是一个愁苦的母亲，这是她自己说的。哎，她说：“十五节，主啊，这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 他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先知以利以为他是喝醉了酒，在喃喃自语的。他说：“不是，不是，因为我是心里愁苦的一个妇人。”在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哈纳尼亚他有两个妻子。哎，上帝给我们的婚姻观呢，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但是当 人经过历史的过程的进行当中，人有人的软弱，有的时候就会有多期的制度或者文化，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里边，神许可这个事情，但是神并不认可这样的一件事情。呃，在一个有两个妻子的情况底下呢，这个呃丈夫呢还不好做，有他的困难。 有他的挣扎在里边，因为这两个妻子之间难免会有张力，呃，甚至会有嫉妒的一个情况。再加上一个会生孩子，另外一个不会生孩子的话呢，那么丈夫为了要补偿那个没有孩子的，就多爱她一点，东西给她双倍，那当然就引起更大的嫉妒了。那么，这个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复杂。 所以这个能够生孩子的就说，虽然我的丈夫给你多一点食物，给你多一点东西，物质上的给你补偿，但是我的孩子比你多，哎，所以两个人之间就产生这一种的张力啊。在这个经文的里边，我们看到一个愁苦的母亲，在那个年代真是一个非常大的愁苦，因为在旧月的时代，一个女人最。 欢喜的一个事情，最大的一个责任就是能够生儿育女。在一个医学不发达的时代，哈娜实在没有太多的选择可以去扭转这个事实。啊，在那个时代是以男人为主的一个社会，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权自由，所以家庭是女人几乎唯一的选择，唯一可以发挥的地方。 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尝试去了解的话，就可以稍微体验一下他那个心中的愁苦和心中的苦闷有多大。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多次的描述哈娜心中的愁苦，哈娜心中所面对的这一种挣扎，特别是当另外一个的这个太太啊、呃，这个。 呃，哈拿尼亚的太太，常常的激动他，故意的惹他，使到他更加的难受。甚至是当他看到这个丈夫把双倍的这个物质给了哈拿的时候呢，他仍是激动他。甚至他们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去到示罗，这个那个时代没有教堂，就是会幕。 敬拜神的地方的时候，连去做礼拜的时候，他都激动他。哎呦，你说这个敬拜神的家庭所面对的张力有多大？会不会连做礼拜都激动他？是不是暗示哈拿，你去做礼拜，你去祷告的话呢，也没用的。你祷告了，你也不会生的。哎呦，这种双重的伤害对哈拿真是一个非常难受的啊、呃、一件事情。 丈夫所能够做的就是尽量补偿，除了物质上面、食物方面给你双倍之外，啊、呃，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他唯一的安慰就是他说：“有我不比十个孩子还好吗？”哎呦，这个他听了更难过呀！你看我们男人就是容易想到我们自己，对不对？我我多好啊！你嫁给我，那你可幸福了，是不是啊？哎呦，但是对。 哈娜听起来可难受了，是吧？这个这个丈夫如果懂得说话的话，应该说：“哎，你比十个孩子还好，是吧？”那就舒服一点。哈哈哈,哈，男人不会说话，都想到我们自己哦。哈娜心中有愁苦的。我们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呢，也不乏有愁苦的母亲呢，对不对？这个女人啊，这个妈妈常常承担全家人的愁苦。 大家有投诉去找妈妈，很少人找爸爸哈、啊。爸爸不耐烦，哎，跟爸爸投诉也没用，跟妈妈说呵呵找妈妈呵呵。妈妈承担着大家的这个愁苦，但是妈妈也有自己的愁苦，对不对？每一个家都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你可以想象吗？在母亲节的时候，有人说母亲节应该是最快乐的时候，但是有的人在母亲节特别难受，因为在母亲节的时候呢。 有的想要孩子没有孩子，他真是希望有人为他庆祝母亲节。在母亲节的时候呢，啊，有的人有孩子，但是孩子令他很难受，跟孩子的关系不好，或者孩子做的一些事情令他伤心，伤心。但是孩子大了，你也没办法，你只能够痛在心里，等候，看着他，希望他有一天回转。 希望他有一天慢慢的转变过来。在母亲节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刚刚自己所爱的母亲刚刚过世，这个母亲节令他想起自己所爱的母亲。在母亲节的时候，有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是一个单亲的妈妈，亲自的带领带大、抚养孩子、照顾这个家。哎呦，这个时候。 特别觉得孤单。有人在母亲节的时候，他真是希望有人叫他一声妈妈，但是他养着一个特殊儿童，这个特殊儿童有言语的障碍，他就是叫不出妈妈。哎呦，他多渴望能够听到这个孩子能够开口叫一声妈妈。母亲节带给他更大的。 愁烦，在母亲节的时候，也有不少的人像哈拿这样，是一个愁苦的母亲。但是我们感谢上帝，就是哈拿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他有他的愁苦，他有他的无奈，他有他的遗憾，但是他的心中的愁苦，至少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一个倾诉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向上帝来祷告。 在圣经里边，从第九节到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这个家庭是一个敬虔敬畏上帝的家庭。每一年都到示罗，这个示罗就在伯伯特利的北边啊、呃，在那个地方是上帝会幕所在的地方，去敬拜上帝。哈南的心中渴望要有孩子，渴望到一个地步，他跟上帝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的话呢？” 我愿意这个孩子一辈子，他不剃头，不不不喝清酒浓酒，在你的面前，我把他献上给你。只要给我这个孩子。那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你都晓得这一个的表达呢，是旧约圣经里边所描述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叫做纳细尔人。纳细尔人呢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哎，他们希望把一个孩子献上给上帝。 某一段时间里边，分别为圣，哎，不剃头，哎，留着长头发，表达我是哪些人，哎，不喝清酒浓酒，在食物上分得很清楚，就说我这一段时间是分别出来的，跟随上帝，默想上帝，遵循上帝的旨意。但是呢，这个约完成了之后，这段时间做完之后呢，他又回到了他自己的生活的里边。不过哈拿呢？ 所献上的孩子不一样，他是献上一辈子在上帝的面前，永远跟随主的一个人。这是他向上帝所献上的一个祷告、许愿，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第五节，他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辞言，因他不喜欢愚昧人，所以。” 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哎呀，这个人的承诺啊，神是很看重的。这个人的承诺呢，是很有力量的。我们承诺了就给兑现出来。在哈拿的祷告里边，没有开口的祷告，他在那个地方喃喃自语的，嘴唇在动。 但是心里边所想的这一切，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渴望，把他内心的遗憾都在上帝的面前给他呃，请请吐出来，请心吐意的表达出来了。我在想啊，为什么哈拿不说出来呢？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祷告祷告开口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信主了以后呢，我们习惯祷告都是闭上眼睛、低头啊，表达我们对神的敬尊敬啊。有的时候把手合起来，呃，那个闭上眼睛呢，就是、帮帮助我们专一嘛，是吧？那么，那么把手合起来就表达我们的诚心嘛，哈、啊。所以用这个动作来帮我们祷告。但是以色列人祷告是仰天祷告，看着天，睁开眼睛就跟上帝说话了，这是他们的习惯。 所以没有对，没有错，都不同的祷告方式哈。呃，但是哈拿就在这个会幕里边，默默的，心里边是翻腾的，但是就是嘴唇在动，没有祷告出声音来。哎呀，有的时候我在想，圣经没有这么说，但是我在想，为什么呢？是没有信心呢？可能没有信心了，这么久了，还是没孩子。 觉得尴尬吗？大家都生孩子，就是我不生，这个我是少数，我是异类，哎呦，这个多尴尬的事情！是多次的祈求没有得到应允，使人开始就慢慢的退缩，你知道吗？当我们一再一再的渴望没有得到的时候，一再一再的失望，不知不觉就把你逼到一个墙角，畏缩。 在那个地方，觉得不被重视，觉得甚至有点羞耻感，觉得无地自容。在就业里边，特别是妇女不能生孩子，在那个文化的压力底下，他们是会觉得有点无地自容，觉得有点羞耻的感觉。但是哈拿就是紧紧地抓住上帝，哈拿在祷告。她是一个愁苦的母亲，但是她也是一个祷告的母亲。 一个母亲要祷告，一个父亲也要祷告。但是今天是母亲节，我们特别提到妈妈的祷告。妈妈的祷告很重要，妈妈的祷告也很伟大。有的时候，孩子所需要的也是妈妈的祷告。我记得在我二十多年前还没到新加坡之前，我在 Fountain Valley 做牧师。那个时候，教会正好在一个阶段，经过一些比较困难的阶段。我的。 不是也经过一些困难的阶段？哎呦，你跟别人倾诉也倾诉不来，跟妈妈说她也不一定了解。你也不想把担子放在妈妈的身上，对吗？所以我记得我的妈妈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孩子，你怎么样啊？你在带领教会怎么样啊？”我就没说什么，我说：“妈妈，你为我祷告嘛，你就为我祷告。”那我妈妈在教会也做了好几年的执事，她晓得，她晓得，她对教会生活非常熟悉。 所以我这么说，他就了解了。我说：“妈妈，你就为我祷告吧。”哎，他说：“好，我就为你祷告。”对我来说，这就是我要的了。你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得面对我自己的问题，我的坎得自己过，是吧？我大了，我得自己面对我自己的，甚甚至我的后遗带来的后遗症，我所面对我搞砸的事情，我得自己去面对。妈妈，你就为我祷告嘛。哎呀，我记得那个时候。 心里很得着鼓励和安慰，就是我的妈妈说：“我为你祷告。”各位母亲们，你千万不要轻看你的祷告，你的孩子所需要的可能也就是你的祷告。他不一定需要你在煮什么东西给他吃，他也不一定可能真的需要你在陪伴他做什么事情，但是你的祷告对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一个非常重要。 爱的一个表达。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我妈妈的，需要祷告，因为，因为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太多的变数了。你用同样的方法养一个孩子，你每个晚上跟他祷告，从小开始给他读圣经，但是一个孩子长大，就好好的跟随上帝，敬畏神，做耶稣的门徒。 另外一个孩子在一模一样的环境里边长大，他就可能觉得，我不要跟随耶稣基督，我要自己寻找我的上帝，请你不要告诉我怎么过我的信仰生活。同样的一个家庭文化和做法，你真是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们的想象就是在孩子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们就应该会跟随耶稣基督啊，那还不一定，因为孩子是一个。 个体，你不能帮你的孩子信耶稣，你也不能逼你的孩子信耶稣。你可以劝他，你可以为他祷告，你可以等候他，但是你不能代替他，因为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人，你得尊重他。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当你没有想到预期的成果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呢？ 你还能逼他吗？逼到十二岁就差不多了。十二岁以上呢，你再逼的话呢，他表面顺服，内心背逆，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跑，他能够走，他就开始走了，有用吗？我想妈妈手中的最有力的最大的力量，你的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但是有时候你的爱还不够。 有的时候，你真是需要祷告啊，特别是不是你预期的结果的时候，你只能祷告，不要放弃的，不断的为他祷告。我想那个透过祷告里边所表达那种永远不放弃的爱，那种不离不弃的一种陪伴。 我想对孩子们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种的安全感。我在外头搞砸了，我可以回家，因为这个家的门没有锁上，这个家门前的灯在为我开，永远有一盏灯。我三更半夜回家，我都可以摸到回家的路，走进回家的门。 因为我的妈妈在为我祷告，我的爸爸在为我祷告。我们今天能够给孩子的，除了爱，除了煮东西，除了关心，除了温暖以外，各位母亲们，你的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里边，因为变数太大了。你要为你的浪子祷告，希望浪子会回头。 你要为你的孩子的信仰来祷告，希望他守住他自己的信仰。我愿意传承，但是他得接过来。我希望他能够接过来，而且自己去经历上帝，经历这位可靠的上帝。我得祷告，因为我的信仰的传承除了这一代以外，再下一代还能不能传承到孙子辈、到曾孙子辈，那我还得祷告，因为每一代。 都得自己去信耶稣，都得自己去跟随耶稣基督。你这一种的守望，为他们守望，你这一种的带导，是对他们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妈妈们，你们得祷告，不单是为别人祷告，你得为自己祷告，因为有的时候你也累了，因为你也是一个人，有的时候你也灰心了。 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孤单，因为你的另一半不一定跟你同心祷告。好多时候做爸爸的放弃的更快一点，算了，这个孩子没用，断绝关系。爸爸就是爱面子，又不肯承认。但是妈妈就是那种坚韧的爱，不断的守望，不断的守望，不断的守望。你得学习。 为自己祷告，让你自己能够得着那一股的力量。但是，各位妈妈们，有另外一个祷告你得做的，求上帝帮助你，就是你不一定有一个最好的妈妈，你自己有一个可能令你失望的妈妈，你得祷告，求上帝能够帮助你，需要宽恕的。 可以宽恕，失落的那一那一那一段时时间，能够用上帝的爱去填补它；失落的那种母爱，上帝用天赋的爱来填补我们心中的需要。你祷告上帝啊，我就失落了这一环，你就成为我这个环节，你成为我的所有，使我的心灵能够得着弥补、复修，能够继续的前进。 汉娜是一个愁苦的妈妈，她也是一个祷告的妈妈。这个祷告就为她开了一扇极大极大的门，使她能够继续的前进，面对她自己。然后最后呢，汉娜是一个奉献的母亲。当他们祷告完之后呢，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就承诺了应允了她的祷告，使她能够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叫萨姆尔，这个带给他极大极大的喜乐。 圣经在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当他们继续到全家去四罗每年敬拜的时候呢，汉拿没有上去。汉拿选择在那几年，一直等到萨摩尔断奶的那几年，他选择不去，他选择在家里边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圣经没有交代为什么这样做，他在家里边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从他后来把萨摩尔献上给上帝的那个全心全意的放下的那个过程呢，我在想啊，大概。 他拿就是做好他承诺的那个预备，让这个孩子，他最可爱的，他最宝贝的，他唯一的，但是他也承诺献上给上帝服侍主的这个孩子，能够得到他最好的眷顾，在基础上打好预备好，然后他把最好的献上给上帝。哎呦，这个遵守诺言呐、啊！ 这个请你吃饭还好一点，遵守诺言跟你去旅游还好一点，遵守诺言给你买一份礼物那还好一点，遵守诺言把我自己的孩子交出去，这个可难了、啊。因为人是很有创意的。到后来的时候，你就说：“哎，其实，在我的身边、啊，那好好的做这些事情也算是奉献给上帝吧。”哎，其实让他好好去发展一些专业。 他那个专业赚很多钱，这个钱呢就帮助捐给很多那些到处去宣教的人，十个、二十个、五十个，那不是五十倍的增长？那不是更好吗？那也算是奉献吧，对不对啊？当人不肯不舍的时候，就很有创意，很多办法可以自圆其说，可以想办法来让我心里得着安心。要把一个。 这么宝贝的唯一的孩子献给上帝来服侍上帝，这还得要相当大的信心和承诺，使他可以走上。去。但是也就是因为哈拿愿意这么做，以色列国就产生了一个属灵领袖。因为萨姆尔在那个重要的环节里边，萨姆尔的前面是四世纪，我们读过四世纪，知道四世是一个黑暗时期，以色列灵性的黑暗时期。 但是神在他的应许里边要设立大卫的家来统管以色列国，就透过了萨姆尔这个属灵领袖，他即祭师、四师、先知的三个身份，以后就高立了扫罗王，以后高立了大卫王，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用君王的制度来带领这个国家。 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成就上帝在以色列国的心意，就是因为这个愿意奉献的母亲所拜上。那五月份也正好是我们教会的拆船月，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为不同的宣教士祷告、哎呦。还有这个拆船月要奉献、要舍、要给，那还还是有挑战的，对不对？啊、呃、啊、呃，这个。 拆钱那还好，我每个月圣餐的时候呢，大家都奉献来支持宣教工作，那还好。拆别人啊、呃，那还好。我们为着 Bus 跟 Rudy Curtis 来祷告，为着 Joyce 来祷告，在新加坡啊、呃，为着这个这个啊、呃、不同的 Alice h o l e 在 Houston 来祷告，他们做宣教是，哎，我们支持他祷告可以还好。哎，要拆自己就难一点了、啊，是吧？ 要你自己去就难了，不过还好一点儿。但是要差你的孩子去的话呢，那个最难。可能有一天你愿意回应上帝的感动，做宣教的工作，但是当你的孩子来跟你说：“妈妈，U C Berkeley Engineering School 毕业完之后呢，我一个感动，我要去商学院念书，念完之后呢。” 我要去啊，非洲的肯雅做宣教士，做一辈子，这个可真不容易，是吧？可真不容易。在国内的夫妻更难，哎，一个孩子怎么舍得？现在有两个，但是要生也来不及了，是吧？这个孩子越少越珍贵，哎。 猜钱还好，猜别人还好，猜自己可能都还好。猜自己的孩子，那可还真不容易。哈拿为什么舍得呢？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哈拿知道都是神的恩典，连这个孩子也是上帝所给的，我不过是代替上帝来托管、来照顾这个孩子。第二，他知道，因为他自己曾经承诺过，要把这个孩子献上给上帝。 所以他愿意舍得付出去，他成为了一个奉献的母亲。哈娜是一个愁苦的母亲，哈娜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哈娜也是一个奉献的一个母亲。但是我想，一个母爱至高的典范，最高的典范，是她愿意献上她最珍贵的，她最宝贵的献上，这是母爱最高最高的一个典范。我们从哈娜的身上。 就看到这个典范，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要让这个经文从两方面来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吧。第一，呃，这个应用，第一就是放手好难哦，<laughs> 要放很难，因为很宝贵，不宝贵放就很容易，甚至丢掉都无所谓。但是你宝贵的东西要放，哎呦，这个可真难，为什么呢？ 因为你对他有期望，为什么呢？因为你投资在他们身上太多了，真是不舍得呀。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赏赐，所怀的胎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要把这个孩子献上，那还真是不容易。 哈娜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知道我只是一个管家，孩子是上帝给我的产业，我要好好的来替上帝管好这个孩子的生命，这个孩子的前途。你想，牧师，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孩子也做牧师啊？那还不一定。牧师知道做牧师不容易，有的时候也不舍得。我跟孩子说，只有一个条件。 你清楚知道上帝呼召你，你就去；如果你不清楚知道，你最好不要去。只有这么一个要求：只要是上帝呼召你的，你就能够走完这个侍奉的人生。如果没有上帝呼召，因为爸爸是牧师，我也做牧师，那还不够，那还不行，因为这个路是很有挑战的，放手不容易。但是我们学习做上帝的好管家吧。第二。 在应用上，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没有完美的母亲，只有美中不足的母亲呢。哈娜也不完美。哈娜没有孩子，没有一个母亲拥有一切的完美在她的身上。我要说什么呢？我要特别提醒我们的母亲们，大家都需要你，所以你的满足很多是从给人需要、满足人的需要里边，你得到很大的满足、成就感。 是吧？但是有的时候别人所要的你也满足不了。不要说别人，有的时候你自己想要的你也得不到。在你的性格里边也有一些的缺陷，在你的那些能干的的四样全能的那个项目里边，也有一些你做不到。有的做得好，有的你也做不好。那因为。 这个母亲常常是做这个辅助、做培育的角色。好多时候呢，在母亲节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自责过深的母亲。如果我那个时候这样做，就不会这样。如果……哎呦，这个是人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一直想到：如果那个时候，如果当时候，如果那个时候，如果叫孩子…… 但是，他走的路也走了，做错的决定也做了，但是我们就自责。哎呀，这个自责令我们真难受，不自由，永远在一种挫败感的里边，觉得美中不足，做不到。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因着自己曾经做过的错误而一再的自责，因为自己曾经过的一个坚持或者曾经过的一时冲动。 而一再背着那个决定所带来的后果的那个自责，不断的、不断的在你内心里边在腐蚀你的心灵。今天我要提醒你，没有完美的母亲，你也不完美，就好像没有完美的父亲，我也不完。我要请我们的母亲们，请你学习原谅你自己。 因为在你的一生当中，会做错一些错误的决定，就好像我的过去里边也做错过好多错误的决定，甚至是有的时候想，如果当时候我不做这个的话，多好，那我就可以得到那个。但是时间已经不能够再倒流了，我要学会原谅我自己，然后等候上帝说：“上帝啊，你按照你的时刻，使万物成为美好。”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in His time。希望上帝给我弥补。所以我要跟各位的妈妈们，不但是妈妈们，也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你要学会原谅你自己。原谅你自己就是承认错误，不是不承认错误，是承认错误，但是不要让那个错误一辈子的腐蚀你的心灵。 是您不能做好今天做妈妈的，今天做母亲的，今天为人之妻的那个角色。错误已经错误了，也不能再扭转了。我今天就做好我今天能够做的角色，能不能弥补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做好我今天能够做好的角色，一步一步的前进。其他的，我说上帝啊，祈求你帮助我弥补我做不到的。 因为圣经说：“焉有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既或有忘记的，既或有不完美的妈妈，既或有偶尔忘记的妈妈，上帝说：“我总不忘记你。”我就祷告说：“上帝啊，在我做的不完美的父亲的角色的地方，请你为我弥补吧。”我承认我不完美。 不要一辈子在鞭策你自己吧，因为你再多的鞭策你自己，也不能扭转事实，也不能扭转乾坤，也不能扭转那一段失落的时机。在耶稣基督的里边，我们可以从上帝对我们的眷顾和爱的身上，我们可以前进的来上上帝的爱，不但是。 弥补我内心的缺陷、缺憾，也能够弥补我对他的缺乏、我对他的忽略、我对他的失落。没有完美的母亲，只有美中不足的母亲。不要再鞭策，不要再伤害你自己吧。最后，我要祝福所有的妈妈们。 今天早上呢，我要特别请我们的顾牧师上来，为着所有在座的楼上楼下的母亲们，特别的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请顾牧师。谢谢陈牧师的分享。这个时候，我请所有的母亲们，你们请站起来，我们一起为你们来祝福。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从出生的开始的时候，在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其实母亲的爱就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长大以后，慢慢才知道，母亲的爱是这样的，默默的，奉献的，是不离不弃的。我们才知道，母亲的爱是有忍耐、包容在里面。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 那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也有一些姐妹们，她们对待一些刚刚信主的或者还没有信主的，她们用一种母亲的爱去关心他们。我们说这是属灵的母亲。所以，如果在座各位虽然你目前我们说哎在肉体上不是孩子们的母亲，但是你是一些人属灵的母亲呢，我也请你们站起来。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请这个孩子们在母亲周围的，或者是虽然这个孩子们没有陪伴母亲的，我们都一起伸出我们的手，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母亲们恳求神来施恩祝福。我们一起为母亲们来祝福。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 母亲的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是奉献的，是包容的，是牺牲的。因为爱里面彰显的是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母爱，这样的爱是如此的无私。 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开启了我们心灵的眼睛。当我们认识耶稣以后，我们就知道爱是从创造宇宙万物的天赋而来的，是天赋将爱放在人的心中，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借着耶稣，我们知道神就是爱，那完美无瑕疵的爱是天赋的爱，是主耶稣的爱。 而且主耶稣要引领我们回到那完美无瑕的天父的爱中，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每一个母亲，让母亲们在你的爱中，被你的爱所围绕。 尤其是当母亲们遇到艰难、困惑，甚至伤心、失望的时候，你赐给他们从你而来的安慰和力量，带领他们，让他们靠你，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得着力量。当他们奔走前面生活的每一天，有你的爱陪伴在他们。主啊，这个时候我也求你，施恩带领所有做孩子的。 用行动来回应母亲的爱，敬重、关心自己的母亲，花时间陪伴自己的母亲，爱自己的母亲，不仅仅是在母亲节这一天，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让母亲们看到他们的爱有回应，让他们看到爱是可以传递的，因为爱就是生命。 主耶稣，我有位子在主基督里，属灵的母亲们献上感谢，求你纪念他们的劳苦，让他们看见，你在你里面的劳苦是有果效的，因为所有的爱的源头在你那里，你就是爱。主啊，愿你的爱流淌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使用每一个母亲成为你爱的见证，来见证荣耀你的名。求你赐福每一位母亲，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谢谢每一位母亲，母亲节快乐。